好多人要出门了。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搞笑，你很奇怪，你头发很乱，有的时候你又突然为我的事情，好方便哦，他车直接把我们开到机场对面，但我们一出来就可以直接领车。这是我们这三天的车子，然后他会先拍他现在车子的东西。在这边当两年兵是不是？对啊对啊，我只加两年啊。哦，啊这里都我家乡啊。啊，真的哦？对啊，我跟你说啊，那时候这边哦，那路哦都很小条呢哦。真的哦，现在路都也是很小条了，对啊。啊，好来，请坐，请坐啊。好，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你讲八杠十一的起码弄起来啦，就那个金门的进去，你要过去。进面酒厂啊，五十万大金，起码存多贵吗？这边住他有送电影票，但是我们来这边应该是不会想看电影了。哦，我们住的旁边就是深恒昌，这里有很多的精品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午餐，良金牧场工厂的总店。大家看一下它的菜单。第五进门九招牛肉面。那九招的杭州黑啊，哎，我没看见。他那边红烧。送来的是前菜。这个价钱还是适合请代购买的。好。温底的话就是早上，就是比较新鲜的。一般的肉就是急速冷冻的肉。我们现在到了金门才有的饮料店，金门。哎呦我的妈！八十岁吗？这是他们的美女。这都417元啊。我们点了鸡肉沙。我们现在到了陈景阳楼。陈景阳楼，它的开放时间是8:30到5:30啊。面呢，就是在讲一些金门这边的故事。哇，这个是金门城坑八龙宫中泰城市的主体，也太多了吧。你刚才啦，哼，哎呦。
bring the pain like this stop pink venom, this stop pink venom, this stop pink venom. Get 'em, get 'em, get 'em. Straight till you don't like. Whoa, whoa, whoa. Straight till you don't like. Taste that pink venom, taste that pink venom, taste that pink venom. Get 'em, get 'em, get 'em. Straight till you don't like. Whoa, whoa, whoa. Straight till you don't like. Black pen and ink, we got about it. 这里是二楼看下去的样子。我们现在到了默默茶的地方，就是特约茶室啊。富三居。啊，这里啊，以前算是合法的茶室。我们现在来到了 Number Five 的房间，他们以前茶室就是这样子，好吧，好厉害啊，这样也可以。我们现在来到了金和利钢刀的家。这是823真正的炸弹，在这里一样，超多炸弹的。然后爸爸又在聊天了，爸爸根本就金门人啊。从这边，然后下去一道一道的步骤下去用，然后用成一把刀子，就像这样子。他们先像这样子，然后一步一步的用，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现在到了老面茶的地方，要不要去老面茶？他们12点到1点中午休息。面茶。我们到了，耶！